现在人在家很少有自己的时间，忙于家务事，忙着生活，出家也不容易。那出家时间自己也做不了主，现在的佛教慢慢都走向商业化了，名山宝刹都变成观光旅游点，观光旅游的人络绎不绝，哪有时间念佛？所以下莲居老居士，菩萨再来啊，大慈大悲给我们编了一个简单的课程，进修戒要啊，这个什么专门为现代出家在家人所编的啊，你早晚一万声佛号你都没办法念，就先进修戒要，总共只有32拜，这32拜的内容非常丰富，把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全在其中，无量法门也在其中啊，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全包了，这个难得啊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内容非常丰富啊，你每天念这个文啊，如实的去拜啊，时间短，大概半个小时就够了，时间短，这么短的时间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，一心专注，认真去做，必定